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广佛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尔时天地是白法会菩萨言：佛子，菩萨初发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几何？法会菩萨言：此意甚深，难说，难知，难分别，难信解，难证，难行，难通达，难思维，难度量，难去入。虽然我当成佛威神之力而为汝说。佛子，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精于一劫，然后教令禁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与汝意云何？此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佛子，此人功德为佛能知，其余一切无能两者。法会菩萨言：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一分，百亿分，千亿分，百千亿分，那由他一分，百那由他一分，千那由他一分，百千那由他一分，数分，格罗分，算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佛子，且至此欲。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精于百劫，然后教令修十善道，如是供养精于千劫，教诸四禅精于百千劫，教诸四无量心精于一劫，教诸四无色定精于百亿劫，教诸须陀洹果精于千亿劫，教诸斯陀含果精于百千亿劫，教诸阿那含果精于那由他亿劫，教诸阿罗汉果精于百千那由他亿劫，教诸辟支佛道。佛子，于意云何？世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佛子，此人功德为佛能知。法会菩萨言：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子，一切诸佛初发心时，不但未以一切乐具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精于百劫，乃至百千那由他一劫，故发菩提心。不但为教而所众生令修五戒十善业道，教诸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教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故发菩提心。为令如来种性不断，故为充遍一切世界，故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故为悉知一切世界中众生垢净，故为悉知一切世界自性清净，故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为悉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为悉知一切众生诸根方便，故
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行故，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之故，为悉知一切佛境界平等故，发于无上菩提之心。佛此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过东方阿僧祇世界，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世界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过前人阿僧祇劫所过世界，如是亦尽阿僧祇劫，次第辗转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中凡有百人，一一如是过诸世界，是诸世界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有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王而所世界得了之故，发菩提心。为了知十方世界故，发菩提心。所谓欲了知妙世界，即是出世界，出世界即是妙世界，养世界即是富世界，富世界即是养世界，小世界即是大世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广世界即是狭世界，狭世界即是广世界，一世界即是不可说世界，不可说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说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不可说世界，慧世界即是净世界，净世界即是慧世界。欲知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别性，一切世界中一毛端一体性，欲知一世界中出生一切世界，欲知一切世界无体性，欲以一念心尽知一切广大世界而无障碍，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阿僧祇世界，尘坏结束，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结束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结束，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阿僧祇世界尘坏结束，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尘坏结束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悉知一切世界尘坏结尽无余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知长结与短结平等，短结与长结平等，一结与无数结平等，无数结与一结平等，有佛结与无佛结平等，无佛结与有佛结平等。一佛结中有不可说佛，不可说佛结中有一佛，有量结与无量结平等，无量结与有量结平等，有尽结与无尽结平等，无尽结与有尽结平等，不可说结与一念平等，一念与不可说结平等，一切结入非结，非结入一切结，欲于一念中尽知前际后际及现在一切世界尘坏结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初发心大士庄严了知一切结神通智。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阿僧祇世界
所有众生种种差别解，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执众生诸解差别，如是依尽阿僧祇劫次第辗转，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众生种种差别解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解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解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欲知一切差别解无边故，以众生解无数众生解平等故，欲得不可说差别解方便至光明故，欲悉知众生海各个差别解尽无余故，欲悉知过现未来善不善种种无量解故，欲悉知相似解不相似解故，欲悉知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欲得如来解离故，欲悉知有上解无上解，有余解无余解，等解不等解差别故，欲悉知有一解无一解，共解无共解，有边解无边解，差别解无差别解，善解不善解，世间解除世间解差别故，欲于一切妙解大解无量解正位解中得如来解脱无障碍智故，欲以无量方便悉知十方一切众生界，一一众生尽解燃解广解略解细解粗解尽无余故，欲悉知生密解方便解分别解自然解随因所起解随缘所起解一切解往悉无余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一切众生诸根差别，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念念所知诸根差别，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诸根差别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根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中一切众生根种种差别，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诸根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欲要，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次第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